南韩歌手 IU 今年迎来了出道15周年，日前也宣布将于本月底在首尔举行为期2天的15周年粉丝演唱会。为了感谢粉丝们一直以来对 IU 的不离不弃，也希望这次的演唱会能让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，因此官方大幅压低了演唱会门票的售价，宠粉福利让粉丝们感动不已。稍早门票开售时，同时在线抢票的人超过了7万人，导致售票网站一度陷入瘫痪。而两场演唱会的门票更是光速售罄。据悉，此次的粉丝演唱会将粉丝见面会以及演唱会以结合的形式来进行，在演出的过程中，IU 也会透过音乐和脱口秀与粉丝们度过15周年。对此，不少粉丝都表示很兴奋，已经等不及要和偶像见面了。